从六年前开始，我们俩每一天都在清晨五点半相伴走在练功的路上，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改变。那一年我被确诊患了乳癌，明天和死亡哪一个先到？像所有人一样，我的内心虽然也曾充满恐惧。当一个人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。印象中有一个画面时常会出现在我脑海里，有一天半夜我醒来，发现他不在我身边，我来到客厅，发觉他在默默地流泪。我对他的支持就是把他紧紧地抱住，表达我一切，一切对他的支持。但仔细想想，万一死亡比明天先到，今天就是活着的最后一天，我绝不在害怕与忧虑中虚度。一个星期之内就决定了做右乳切割和重整手术。手术之后，我们毅然决然走进练功场。练功不但让我重新关注并且找回自己的健康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找到了生病的根源。很多时候一个人会生病，并不纯粹是身体的问题，而是心灵上长期累积的郁结得不到疏解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，不管是生病还是生命中的重大挫折，都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。衷心的感谢那些命运带来的伤害，原谅别人的同时释放了自己，我的人生得以重新出发。现在他的生活比较开心了咯，花更多时间在家人跟朋友上，我替妈妈开心啊。Thank you, 妈咪。虽然你很忙，可是看得出你爱我们。Thank you, 妈咪。我妈妈平时是很酷的人，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还是很关心我们。我希望妈妈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开心。我们俩就像朋友一样，在她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对她有个承诺，她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全力支持她。谢谢你秀叶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与返老还童结缘后，生活变得更忙碌了，但我的心灵是充实的，精神上更是无比的富足。事业上同甘共苦的伙伴，需要的是一个有方向感的领导，带领他们不断攀越高峰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协会和练功场给了我许多付出的机会，我决定竭尽所能去奉献，这是最好的感恩和回馈。蔡老师说过，如果你这一生的工作是要带领一千人的团队，那你就在一千人的团队里修行吧。老师一席话，顿时解开了我心中一直以来的困惑。
原来修行不是放慢脚步，而是更积极的生活。